2024年色情国的总统候选人政见是什么呢？那我在这边公布我的副手，我要跟小陈 K。恳请支持、啊。对起来了，恳请支持啊！沈泉，请改变一个品牌，让他瞬间变成十八禁。他高潮了吗？他高潮了吗？他高潮了！厉害，再也不想跟魔术师做爱了，请问为什么？他每次脱裤子的时候都一直说 watch 哎呀，白放送刚刚好的黄腔耶！日本的女生都会这样，你是台湾的男人啊，雅打，我觉得雅打了，雅打。所以为什么一定要来一下黄腔？因为他们累积了大概可能几个月的量，都会变黄，而且刚好现在是姓涛十一月，我已经戒涛很久了，是吧？昨天才涛了吧？你刚才给我整出来，你怎么会知道？因为我会跟他分享，他跟我报告，贤哥，我发射完毕了，健身教练，好可怕的东西啊！可以帮我剪掉，好不好意思？那我们这次很开心啊，邀请到我们女性来宾燕婷。燕婷现在怀孕了，第二个月，四个月才胖0.5公斤哦，把我剪掉。我们家剪掉是要100块，一百块，你比我付不起。我们片子都靠这赚钱，因为你花100块之后，我会再花100块把它再剪，这种竞标，再剪回来，再剪回来。OK。好的，还有另外一位小辉。三个孕妇哎，加总生四个吧，加我31年，一直出不来啊，不知道在这个世界。负面吧，魔胎魔胎，再来是熊熊，老朋友，第三，今年来了，上面两个，上面两个，哇，三胞胎，不得不说你家胸部真的，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，来吓吓我们两个，是因为当我出来你没笑这么开心，对，好不好？我有看到。真的是面粉啦，对，其实完全看不出来，我还比你像孕妇，真的假的？哎，比比看，嗯，来比较大，哎，不要摸，哎，我是有女儿的人，你是有女儿，所以才不行啊，可以吧？我这个也是女儿，对啊，我了解一下，我这都会亲女儿的。那介绍完女生之后，男生就是我们大行李王者，蔡腾，哎呦，笑出来了，对对对，我笑出来，对啊，完全你也没笑嘞，你，对啊，蔡腾是我们大行李每次比赛当中的第一名，也没有每次，上次有一次我输给亮哥，对，为什么你好像刻意要把我避开了，对吧？想着把他捧高一点，摔下来才痛。你想要捧杀我？好了，那这次呢，很开心啊，邀请到我们干妈来赞助啊，严泰卓。この番組は延泰主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来，第一题的题目是，请改编品牌名称，让它变成十八禁。要得罪一堆厂商就对了。他还有干妈，要得罪其他的厂商啊。OK 啊，来啦，来来，耿贤啊，请改编品牌，让它变成十八禁。过了30岁，特别有感啊，微软。没有改吧？我一样，下面微软。哎，是一样的吧？一样，它就是叫微软，没有黄腔，没有黄腔，没有黄腔。好，来阿亮，请改变品牌，让它变成十八禁。哦，这个很常买一送一啊，星巴克，星巴克吧，星巴克。来阿亮，请改变一个品牌，让它变成十八禁。每次去西门町都会闻到啊，继母香香滴。继母的是香的，你怎么知道？继母香香的，你怎么知道？来，菜头，请改变一个品牌，让它变成十八禁啊！这个是那个郭台铭创办的红感集团，是有红感哦，红蓝感集团，红蓝感集团。好，等钱，请改变一个品牌，让它变成十八禁。就我们现在搜寻要找东西，都要去这边啊。谷歌，这有人蹲下来说，赶快用搜寻引擎。阿亮，请改变一个品牌，让它瞬间变成十八禁。对，想要知道你到底是哪一个 ？S&M，
H&M 还是 SM 哪一个呢？到底是哪一个？到底是哪一个？很想知道。蔡彤，请改变一个品牌，让它变成十八禁。你要领钱的话，去那个富邦银行。富邦银行吗？那跟富邦没有关系啊。对啊，银行不是品牌啊。富邦银行啊。省钱。请改变一个品牌，让它瞬间变成十八禁。他高潮了吗？他高潮了吗？他高潮了！一 T 呀！一 T 呀！厉害！一 T 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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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个很赞嘞！木森，请改变一个品牌，让它瞬间变成十八禁。充满了公主乐园的这个世界啊！干死你！迪士尼吧？差太多了吧？差太多！你只有你是一样的吗？干死你！蔡彤，请改变一个品牌，让它瞬间变成十八禁。爽吗？爽吗？爽吗？哦！Amazon， 你跟谁啊？原来是阿嬷在爽啊！你的口味很特别。姐姐，请改变一个品牌，让它瞬间变成十八禁。你的裤子啊，不能穿太紧啊，不然就热高啊。热高。阿亮，请改变一个品牌，让它瞬间变成十八禁。小米啊。好想八级肛门线的感觉。小米啊。难怪我们到现在都会没什么业配。小米啊，终于知道原因了吧？蔡彤，你改变一个品牌，让它瞬间变成十八禁。中国人很常这样说的、啊。哎，小姐，你有个香奶儿啊？不是卷舌就是中国人好吗？你有个香奶儿、啊。葛杰，你改变一个品牌，让它瞬间变成十八禁。啊，一个啤酒的品牌啊，哈尼根。哈尼根。请改变一个品牌，来让它瞬间变成十八禁。这个百货公司啊，脱光三穴。脱光三穴的，太过分了！你怎么三穴？蔡彤，请改变一个品牌，让它瞬间变成十八禁。这是一个很常在论坛上讨论动画的一个地方，巴哈姆纳。巴哈姆特吧，巴哈姆特吧。抱歉，抱歉，抱歉，不要。我给你一块，我给你们一千块，我给你们一千块。阿亮，请改变一个品牌，让它瞬间变成十八禁。十八禁，你要掰开什么？掰禁，为什么连出题都可以掰禁？掰禁，改变一个品牌，让它瞬间变成十八禁。白虎淫魔拍卖，雅虎奇魔拍卖，在那边猜字的，我没想到我在那边当主，越来越远了啦。而且你汗流超多的。蔡总，改变一个品牌，让它瞬间变成十八禁啊！这个饮料很好喝耶，金子工坊。橘子工坊，哇塞啊！橘子工坊，对啊，橘子工坊有卖饮料，有饮料，有饮料，啊，有饮料，或者是金子工坊，我有喝过，你有喝过？木森，请改变一个品牌，让它瞬间变成十八禁。今天赞助我们的干妈，颜色煮奶茶。我们干妈坐在底下，干妈汗颜哎，他脸刚直接绿掉，对。我等一下直接给你一万块。蔡彤，请改变一个品牌，让它瞬间变成十八禁。啊，这边一个好有名的运动品牌哦，但是它那个下面有点奇怪，是什么？多嘛？为了多一根啊。阿亮，请改变一个品牌，让它瞬间变成十八禁。这边也有一个运动品牌，是很奇怪。真的？真的？为了这些什么东西啊？为什么会点在那里啊？好，下一题吗？哎，蔡彤。笔仙了，有什么答案可以告诉我吗？你写一个 GG 没有什么用啊。啊，下一题吧，没问题。第一题徐威，哇！第二题的题目是色情国2024总统候选人的证件是什么？哇，总统哦，总统候选人，总统哦，美杰。啊，2024年色情国的总统候选人的证件是什么呢？当然是要提高税率啊，就是带回家的几率要提高。税率啊！你好色的、啊，不然约会完全浪费时间而已啊！以后真的要含税，含税吗？对，要含税。阿亮，2024年色情国的总统候选人的证件是什么呢？那为了提高税率呢，我们就会广发易发券。让大家容易的 fuck 啊，易 fuck 券，哇，很想领哎，很想领。来，蔡彤，2024年色情国的总统候选人的证件是什么呢？啊，如果我当选之后呢，我会积极的跟周遭的早泄国和平乳国建立性交啊，外交要进化了，进化了，真的在认真想这件事，不是邦交是性交，不生。2024年色情国的总统候选人的政见是什么呢？这个我一上任啊，一定就会先施行这个焚衣坑儒啊。
秦始皇哦，坑乳是什么？坑人家的乳啊，坑啊，对对对对，坑人家的乳来摸，对对对，哎，来来来来，我们这边有一个被治疗，对对，本应坑乳，子浩这边就会逼了。蔡同，2020年色情国的总统候选人的政见是什么呢？如果我当上总统的话，我打算在捷运啊新增一条前列腺。我擦的时候会滑滑的。对对，前列腺，到前列腺喽，这要通到哪里啊？前列腺到了。对，2020年色情国的总统候选人的政见是什么呢？我要执行那个打房的政策啊，不然最近乳房的价格实在太高了。确实啊，阿亮，色情国2020年总统候选人的政见是什么呢？那为了促进我们两岸的和平啊，我一定会跟我的小三通啊。原来小三通那个意思哦，通一下，通一下。葛贤，2024年色情国的总统候选人的政见是什么呢？在捷运车厢啊，一定要让勃起的人做爱。勃起做，勃起做，让勃起的人做爱。那不会太开心吗？阿亮，来，2024年色情国总统候选人的政见是什么呢？为了保护我们的国人啊，我们一定会禁止进口美国妞啊。要进口啦，台妹就够了。来，开头，2024年色情国总统候选人的政见是什么呢？未来如果我当选的话，我会在我们的首都高玩市建立一根101大楼。好，跨年顺便放鞭炮，顺便色情。啊，算了算了，3、2、1，发动！全国的人鼓掌。蔡同，2024年色情国的总统候选人的政见是什么呢？我们有一些共享的女生会在街上啊 ，U bike， U bike 吧，也是一样，前五分钟不用钱吧？对对对，欢迎。本贤，2024年色情国的总统候选人的政见是什么呢？得到宪兵的人啊，颁发勋章给他，因为他已经是超多人斩才做到的，身经百战，不生。来，2024年色情国总统候选人的政见是什么呢？你只要把手放在女生的胸部上，如果不动的话，不算性骚扰。对对对，我觉得你好像是讲出你真的遇过。你很希望这个政见通过吧？而且可以得到选票，对，一定可以得到。哇，你是认真的打这场选票？对对对对对对，我是真的有理想跟未来的目标啊！你报名了吧？来，小贤。2024年色情国总统候选人的政见是什么呢？这次务必要让它合法，我们开放娱乐用大麻。娱乐用大麻，大妈要生气了，大妈要生气了，娱乐用大麻，先开放医疗用大麻。对啊，现在大家都在用，有医疗大麻，先开放吧，医疗用大麻。来，2024年色情国总统候选人的政见是什么呢？以你们这些男人色精的量啊，决定你们的色精地位。色精越多的人，色情地位越高。色情地位越高。来来来，阿亮，2024年色情国的总统候选人政见是什么呢？那我在这边公布我的副手，我要跟小陈 K。我副手，我要跟小陈 K。你获得了。恳请支持。对起来了。恳请支持啊。不行，剪掉。那我们加500，让它剪成预告。葛贤，2024年色情国总统候选人的政见是什么呢？在我的任期内，我一定要让大懒蛋完工啊！大懒蛋吧！大懒蛋！大懒 蛋, 蛋在101巨角旁边吧？101巨角，还少一口哎、欸！小懒蛋，小懒蛋。那个小懒蛋，你看啊，小懒蛋里面可以溜冰，要中蛋，要中蛋，小懒蛋跟大懒蛋。第二题，输了。哇，原本以为政见这一题会蛮难发挥的，但大家感觉都发挥得不错。你自己去认真想想看那种事情。我们讨论这件事情。真的想要说服我，很棒吧？对，很棒，很棒。我们相反过来，女生也可以摸着哦。啊，不动的话都 OK。路上会有很多人这样走路，好不方便。最新牵手法，最新牵手法。好，第三题的题目是。再也不想跟魔术师做爱了，请问发生了什么事？魔术师，有人有跟魔术师交往过吗？没有。不晓得他私底下会不会一直变魔术？都说没有了嘛。木森先好了。再也不想跟魔术师做爱了，请问为什么？他每次脱裤子的时候都一直说 watc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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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atch。
一直不露出来的。对，然后还在那边折袖子，哇！那个东西是多小啊，小到可以把它藏在身上，然后在手指穿来穿去。我要从你背后拿出来。阿亮，来，再也不想跟魔术师做爱了，请问为什么？然后直到真正脱下裤子的时候，会说见证奇迹的时刻。见证奇迹的时刻到，见证奇迹的时刻是多难看到啊！哇去，哇去，哇去！来，给钱，再也不想跟魔术师做爱了，请问为什么？但是在内裤拉下来的那一瞬间，那一堆鸽子飞出来。木森，再也不想跟魔术师做爱了，请问为什么？接着呢，就会从他的妹妹里面一直拿花出来，还有国旗，一直打啦啦啦啦啦。阿亮，再也不想跟魔术师做爱了，请问为什么？然后在抽插抽插的时候，他会叫我叫停，然后问说：“这是你选的屌吗？”这根是你选的屌吗？不然换了哦，在上面签个名哦，留纪念。太头，再也不想跟魔术师做爱了，请问为什么？然后在口爆的时候啊，他吐出来的不是那个，是他吐出一堆扑克牌。啊，我的小磊，我的小磊，怎么被扑克牌了？这样没有成就感了。小贤，再也不想跟魔术师做爱了，请问为什么？因为做爱的时候，他助手一定要在旁边的。阿亮，再也不想跟魔术师做爱了，请问为什么？我每次要脱内衣的时候，他都会说不要给我看，给观众看。记住这个奶，不要给我看。木森，再也不想跟魔术师做爱了，请问为什么？先不管什么魔不魔术的，他鸡鸡很臭。这是重点吗？他跟什么职业没关系，但你觉得鸡鸡臭？很臭哎。阿亮，再也不想跟魔术师做爱了，请问为什么？每次交合的地方都要盖一块黑布。到底有没有进去啊？到底有没有进去啊？不想让我们看到结果吗？然后拿开的时候不是没进去。来，小贤，再也不想跟魔术师做爱了，请问为什么？他都会在旁边一直敲枪敲枪，然后再说，看看你的阴道。已经在里面了，你都还没脱衣服，已经在里面了。好可怕，不可思议吧？木森。再也不想跟魔术师做爱了，请问为什么？太不负责任了，他射完精丢一个烟雾弹就不见了，忍者吗？忍者了，魔术师老公。哇，再也不想跟魔术师做爱了，请问为什么？他的阴毛都修成这样子，梅花，蛮可爱的，好可爱，你知道蛮可爱的，蛮可爱的。太头，再也不想跟魔术师做爱了，请问为什么？盖一块黑布在鸡鸡上，然后就软掉了。什么意思？不知道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让我思考一下，好了，让我思考。因为坦白讲，我救不了。抱歉，前面抱歉，我也在思考中。有钱，再也不想跟魔术师做爱了，请问为什么？他里面抓包的时候都会躲进柜子，然后人就消失了。哇，那外遇很好用，很适合偷情，绝对不会被抓到，回不来了。阿亮，再也不想跟魔术师做爱了，请问为什么？因为那些手铐啊、铁链啊，都是用在自己身上，逃脱魔术，绑我啊！还有吗？有啊，一堆啊，对啊，多超多的。我在想要哪一个比较好？那先写，那先写第一个，先写第一个。后面很多灯呢，所以不要看了。在想答案的时候，突然看到他们平常在看 YouTube 影片都是剪接好的，其实他们不晓得在大系列的时候是有这个环节。对啊，都是靠剪接的。我就多剪一下你们笑的画面出来而已。对呀，字幕旁边才会有哈哈哈哈，你才会。想要你问他哪里好笑，我不知道。他在笑，我就跟着笑了。更惨的是都这样了，还没有答案呢。问题还是空白，是不是应该要换下一题？换下一题。第三题，修了。好，那下一题。我要先拿那个。好，来。下一题比较特别哦。等一下，我好，来，一直被打断。第四题的题目是，请唱出快乐送的歌词。啊，送，听一下音乐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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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贝多芬的。第九号交响曲，哇，你有素养哎！没有，我查的。他有谷歌了，他有谷歌。带头，请唱出这首《快乐颂》。好的。昨天晚上考到一半，我这鸡鸡睡着了。
隔天早上起床发现妈妈帮我盖棉被。好温馨啊！我已经睡着了，但妈妈帮他盖上棉被，太温馨了，好温馨哦，好温馨哦。阿亮，好，唱出你的快乐颂。我打手枪的时候从来不用卫生纸，我会射在手上摩擦，顺便可以去角质。保养一下，多的还要露脸蛋。来，木森，请唱出你的快乐颂。都会待在这里。孩子啊，而且木森，你是唯一四个里面音乐世家的人，会弹吉他。我已经吸了一口气之后，我找不到了。再一次，木森，请唱出你的快乐颂。大家都看你，等等，哎，你们刚都有抓到啊？有啊，有啊。有这么好抓吗？袋子可以，一定会好的。好，请唱出你的快乐颂。大家都会。哈哈哈哈哈！失败，太坏了吧！观众也笑到流眼泪。而且我觉得最好笑的是你那个要敬歌的脸。还在听呢，很难抓，好像打喷嚏打出来。很尖。来示范一个，来，请唱出你的快乐颂。插入之前，那润滑液涂在我的小弟弟，奇怪怎么热热刺刺，我涂成了瓦萨比。颜色都不一样了，白痴！颜色的，我抓到了，抓到了，请唱出你的快乐颂。大家都会觉得我好像很爱露屁屁。跟大家说真的误会了，我其实也爱露鸡鸡。露出来，真的，很爱。而且我觉得大家的鼓掌声也蕴含着你终于唱成功。真的。阿亮，请唱出你的快乐颂。好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。本来要开心爱红怕怎么全都是男的。好可怜，都是男的，至少一个女的吧，至少一个吧，跟办联谊活动一样。菜头，请唱出你的快乐颂。母胎单身25年，今天准备破处了，脱下裤子掏出鸡鸡，还没进去就射了。可怜了，好可怜，自转，自转，自转。其实上一个妈妈也是我自己的记忆。真的假的？来，给钱，请唱出你的快乐颂。老汉推车还有船脚，什么体位我都要。女上男下火车便当，啪一声懒脚断掉。为什么会断掉？要好好注意一下失力点了。来，阿亮，请唱出你的快乐颂。卤肉肥猪阿妈大便，厨余舅舅乘法表，这些都是快要射的时候可以帮你的。快出来的时候，快要射之前要想一些这种。那这样软掉了怎么办？对啊，所以叫他软掉的时候，哎，赶快再看他。你让我们多忙啊！对，我们的脑内在分工啊。对啊，超忙的，我们不是傻傻的在干而已。谁是傻傻的在干啊？谁傻傻的在干啊？谁呀？葛贤，请唱出你的快乐颂。啪啪啪啪啪啪啪！我要冲刺300下！啪啪啪！啊，下了不行了！才2下就不行了。来，葛贤，请唱出你的快乐颂。王路月炮给了房号，准备爽到外叫。突然进来4个大佬，原来我被仙人跳。被仙人跳。哇，
好可怜哦。来，菜头，请唱出你的快乐颂。嗨。不好意思，我的鸡鸡很小，我怕你会不舒服。不用担心，请你放心，我没有想跟你做爱。真实故事。呀，这个是我。那就是你啊，说罐罐的故事算了。那就是你啊。给钱，请唱出你的快乐颂。跟着女友开了房间，准备来享受初夜。第一次真的没经验，擦错动了干 ，Oh shit！ 唱完一段就好喘。葛贤，请唱出你的快乐颂。走在路上，我最喜欢偷看女生的内内，仔细一看，突然发现这一个人是董璇。厉害厉害！哦，所以你讲漫才的时候都在偷看他内内，然后杜小哥也是。菜头跟木森都在正比技术哦，别打扰人家。哎，你昨天晚餐吃什么？我吃那个有一家蛮好吃的蒜香意大利面啊，对对对，啊，最近没吃。我们要把这个话题好好保，没有，等一下跟你聊，等一下跟你聊。蒜香意大利面，哇！阿亮，请唱出你的快乐颂。哆咪嗦嗦嗦发咪瑞哆西拉嗦拉咪瑞咪发嗦拉西瑞，哦，不好意思，跳蛋忘了拿出来，是塞着的，你会塞哦？我已经叫好久了，可以了可以了，然后蒜香意大利面，然后最近我给你们看我的前半段，看大家有没有后半段的想法？为什么？写作业哦，不合计哦，不是聪明哦。没有对不对？水哎，有啊！我们四个人一起的答案哦。等一下合唱哦。什么意思啊？合唱真的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好，试试看。前半段是我，后半段是耿贤哥的。哎，不能冷场啊！好 ，OK， 无所谓吧？什么意思啊 ？OK， 好，试试看。还什么意思？这什么意思？好 ，OK， 好，来哦。菜头跟耿贤的快乐颂 ，OK。昨天晚上做了春梦，梦到我的小姑姑。早上起来我才发现，她在我旁边玩我的姑姑。抱歉，太直率的道歉了吧？抱歉，他跟抱歉人很像。阿亮，请唱出你的快乐颂。哎，真假的？哎，奇怪，哎，在哪里啊？哎，奇怪，你是说真的吗？真假的？哎，奇怪，对不起，我真的已经勃起了。看不出来，勃起的很短。这堂课早该结束了。对，早该结束了。我你还有？你还有？上面都还没写。嗯，来一个，来一个。我相信你啊，太好。请问你的快乐颂唱出来。哎，真的假的？哎，白痴哦，真的假的？哎，怎么可能啊？哎，好扯哦，真的会这样子吗？哎，不可能吧？哎，白痴哦，哎，太扯了吧？哎，这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情，对不对？哎，好扯哦。哪？在干什么？干嘛？他的居居呢？你到哪边的时候便放弃了？你知道这个场地租借的一分钟多贵吗？抱歉抱歉，修六。哇哇，真的假的？哎，好扯哦！哎，太扯太快了，太扯了。还有一题，最后一题，请对以下东西说出 dirty talk。哎呀 ，dirty talk。那第一题，请对手摇杯 dirty talk。哦，手摇杯哦，手摇杯这个，对。然后在干妈面前，现在用这个，对。然后就按照顺序来哦。来，木森，请对手摇杯 dirty talk。要波霸还是珍珠呢？波霸还是珍珠呢？啊，波霸上面放一颗珍珠好了。阿亮，形状不行吧？请对手摇杯 dirty talk。手摇杯啊，我选你的冰块甜度。你选我的鸡鸡长度啊，可以选呢，还可以调整就对了，可以哦。请对手摇杯 dirty talk。
什么半糖少冰？你给我躺好这个烧逼！哇，这个攻击太强了吧！哇，好屌！哎，好像其实女生私底下会蛮喜欢被骂 M， 要问看看。对，不会啊，那不会不会。女生不会，女生本来就不会这样想啊。我刚刚是问号，对啊，刚是问号，你的取样也太少了。没有对。蔡总，请对手摇杯 Dirty Talk。手摇杯啊。摇了这么久都摇不出来啊！再这样，我要去找外送茶喽。木森，请对手摇杯 dirty talk。那个，我想要奶盖在我的脸上。好厉害哦！重点是。我如果不动的话是没有犯法的。哎呀，好，请对手摇杯 dirty talk。哦，好 dirty 啊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今天好冷。你的身份到底是哪一方啊？为什么是女性的那一方的感觉、啊？还会塞跳蛋？不一定啊，不一定啊。葛先，请对手摇杯 dirty talk。哇、哦，你的波霸好大啊！啊，吸不上来啊！你是对着饮料吗？蔡头，请对手摇杯 dirty talk。哇，操，骚哎你！我要干死你！走啊！真的没有说过 dirty talk， 大家不要怪他，大家不要怪他。那再来，还有第二题哦，还有、哦，请对地球做 dirty talk、啊。地球。这次先从菜头来啊！从我先开始吗？对对对，你要干死他吗？来啊！哇，地球超烂！菜头，请对地球 dirty talk。哎呦，听说你是圆的啊？因为我的蛋蛋圆嘛。小懒蛋嘛，还是大懒蛋？有小懒蛋跟大懒蛋在那边。蔡总，你这一集回去看播放，会从耿贤在这边开始打。对，我不会看播放。你出事了是不是？耿贤，请对地球做 dirty talk。只要给我一根棍子，跟一个据点，我就把你捅爆了。哦，不是举起来哦，阿基米德，不是举起来了，把你捅爆。阿亮，请对地球做 dirty talk。哎呦，让我看看你的北回归线，看看你的南回归线。好了，可以吃我下面的。我是在实验啦，对对对对，来木森啊，请对地球做 dirty talk。Oh, baby, you so hot. Wow, you so hot.OK， 那我要进入你的赤道咯。啊，赤道哦 ，so hot， 哦，因为很热，热热的。Okay, I'm sorry， 道歉也用英文的。OK，I'm sorry，I'm sorry。怎么突然啊 ？I'm finished。蔡总，请对地球做 dirty talk。我靠，地球！哎呦，你平常好像很嚣张嘛。竟然在床上，我让你造成是大哥啊！就这样子吗？你就点了一个叫地球的女生而已吧，跟地球的关系啊？快要叫地球哎、欸！哥哥，请对地球做 dirty talk。气候暖化，海平面上升，不对吧？是你潮吹的吧？很多水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各位。自救。阿亮，好，请对地球做 dirty talk。地球，感谢你的一年四季。哦，我是说你让我一年四季。季是射精的意思。对，请对地球做 dirty talk。地球，你很完美。但你只有一个问题，全球软化。全球软化，我很难的。OK。
谢谢地球，不是地球，大地之母啊，没有办法对他这样太 dirty 的话，难不成母女斗吗？不行吗？对啊，不行啊，对啊，对。那你是谁啊？你是谁？还有女啊？最后一题。请对哆啦 A 梦啊说出 dirty talk。哆啦 A 梦，哆啦 A 梦，哆啦 A 梦幸运就来了。对哆啦 A 梦有幸运，不要再骂他了。朱晨，请对哆啦 A 梦 dirty talk。听说你有六次元口袋，那如果我想要七次，我想要八次呢？你满足得了我吗？哆啦 A 梦。来，阿亮，请对哆啦 A 梦 dirty talk。哆啦 A 梦，你的任意门，你偷完我的钢本吗？好恶，他说好恶，刚才说尺度不够大。对啊，那小爱很开心，对不对？有，我喜欢，喜欢这种，喜欢棒的钢本。我觉得，我等下杀一个任意门给你。来，任贤，请对哆啦 A 梦做 dirty talk。叫啊，叫大声一点啊，就像这样子叫啊，嗯嗯嗯。为什么做出来自己觉得耻啊？把你叫的嗯嗯嗯嗯嗯。请对哆啦 A 梦做 dirty talk。哎，哆啦 A 梦，哎呦，百宝袋是你的敏感带啊。啊，这只脚真的好大啊！叫这个，又来了。左边躺地球，右边躺哆啦 A 梦。到底有多想当老大？木森，请对哆啦 A 梦做 dirty talk。A 梦，听说你那里什么都掏得出来哦。嗯，那你没鸡鸡哦？哎干！我刚才以为我载到哆啦 A 梦的 A 片，很财神哎，很财神哎！请对哆啦 A 梦 dirty talk。A 梦，我才刚割完呢，不要用你的时光包巾把我变回包巾。好厉害！马上恢复那个状态啊！给钱，请对哆啦 A 梦做 dirty talk。哆啦 A 梦，我不要戴上保险套，我会戴上空气炮。这是饶舌歌手而已。来，菜头，音乐都还没结束。来，菜头，请对哆啦 A 梦做 dirty talk。为什么？哆啦 A 梦，我操死你！我再多说一点，还有吗？我看烂这个小说吗？好好烧逼，不是啊，你没有耳朵，我要怎么得地通过啊？你在说服他，不是啊，不是啊，他已经放弃了。对谁都可以讲的，我要干死你！你这个小烧包，改名字了。对啊，好绝啊！哇！真的圣人模式，真的是票选一下，觉得今晚谁最色？我觉得耿贤的都好笑。哦，赵景华会是色，你知道吗？用声乐唱歌，是我的歌声。我觉得木森也蛮好笑。我觉得菜头很好笑。哎，好嘞，好嘞，发了一个任意门给你，我以为你会选我耶，因为菜头是烂到很好笑。他不要烂到很好笑，同情票了，同情票。那我也选。一定不是我。那感谢燕婷、熊熊跟小爱，你们是不是开了一个 podcast 的节目，叫《三生有幸》？对对对，然后也是会聊一些尺度比较大的。想听？那我们下次找你们来。不是，我们去，但我们不参与，我们就在旁边听。网络上听不到吧？没有啦，我们这个就是什么话题？对了，就是我们好朋友三个不同个性、不同的声音，然后就是讲一些各种话题。所以三生有幸的幸真的是那个幸的幸，对对对。但我们各自都还有自己的频道，宣传一下嘛。燕婷就打陈燕婷就可以了。那小爱呢？我也有 IG 跟 YouTube， 那如果要追到的话，开小软体0.1公里。那熊熊呢？熊熊就是熊熊，熊熊都很没有特色。反正 YouTube、IG。
跟 Facebook 全部都要推起来。对对对对。那这是非常感谢我们的干妈严太祖。严太祖，太好喝，谢谢大家，太好喝，太好喝了。那我自己喝的是咖啡牛奶，它里面还要加个布丁，然后里面喝起来就有点像那种小时候喝的咖啡牛奶的味道，我自己很喜欢。那干妈可以给过吗？但他真的是都点这个，他们家已经给我们好多次饮料，然后几乎我每一个都有喝。我觉得这个很特别，是因为它里面有布丁，然后它焦糖味会融在饮料里面，我喜欢那个焦糖的焦香。然后我今天喝的是仙草甘茶，带一点微甜，很顺口。我点的就是这个奶盖在我的脸上，海盐奶盖茶，哇，哎、欸，它的奶盖很厉害，因为它奶盖是咸甜型，会窒息是不是？但是我又不敢动，因为我怕犯法，手才不行吧？脸也不能动啊，脸已经犯法了，没有，我就定在那里这样子，哇，好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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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海盐奶盖赞。他们家的奶盖就是有很多茶底可以选，真的可以盖在脸上。哎呀，我喝的跟董轩一样。那就是有个布丁的，我自己是很喜欢的。跟他一样啊，那我跟 Coco 一样喝百年仙草茶，刚刚唱歌就不会搞砸。哎呦，是哦，哎呦，这一段想很久。哦，我喝的是这个荔枝玉露冰茶。哎，我平常是不喝这种饮料，但这个呢我就会喝啊。而且你会想要对他说，你会对他说什么？哦，我干死你！直球对决。好的，那我们每周四都会上传新的影片，谢谢大家，我们是面白大丈夫 vs。早点拿出来。老板，我干，你看这样太好了。